到底要我怎么做？我想过就这样子离开理想家，对于爱情也不太相信，但是回忆未免太伤心。回想你，或许会变越来越想你，真的还闻到你的香气，这种寂寞也是种想法，这种感觉也算是伤悲。伤心，但是回忆未免太伤心。回想你，或许会变越来越想你，枕头还闻到你的香气，这种寂寞也是种享乐，这种感觉也算是 something。 以前我跑外务加班的时候，多半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现在有你陪我了。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有你跟着一起面对。有的时候事情多忙不过来，你也会主动帮我。如果可以，我希望一直陪着你，成为你的依靠。朱玉婷，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助理耶，有你真好。我逼懂你，你不紧张？不紧张。没有心头小鹿乱撞的感觉？没有呢。尚欢，你知不知道我对你怎样？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用壁咚这一招，想说这样很 man 嘛，这样子就可以让其他女生对我有 feel， 但是为什么你就是没有反应啊？不是嘛？你要模拟，好歹先跟我讲啊，让我做好心理准备嘛。没有心理准备的反应才最真实啊！我果然没有追女生的本事。有啦，其实我有感觉。什么感觉？哎呀，我的感觉又不重要，重要的是哦，被你壁咚的女生有什么样的感觉啊？连你都没有感觉了，我哪有勇气再对其他女生壁咚啊？你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哦。说不定你喜欢那个女生被你一壁咚就有感觉啦。老师，求求你陪我再试一试。你告诉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只要你有 feel 了，你有 feel 就表示成功就在我眼前。啊，单壁咚感觉怎么样？单壁咚要在墙角做。墙角啊，单轴壁咚有没有更霸气？嘿，假动作壁咚，嘿，双轴壁咚。鳗鱼壁咚。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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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哈哈，终于啊，终于可以躺平了啊！尤其重点是可以不用睡那大通铺。
超爽的。对对对，我们剩下七个人就全部听你一个人打呼就好了。哎呀，如雷贯耳啊！响彻云霄。哦，怎么连你这样想想？超恶的，停止这样好不好？很不舒服。军中生活那么苦闷，我这样子取悦大家呢？别，不用取悦我。停止在装可爱，真的太恶心了。你这是在催吐吧？哎呦，会吗？应该蛮可爱的吧？可爱？你不对，你我可爱在哪里可爱啊？我偶像才是可爱，好不好？说到这个，大家都没有看到我的美心偶像啊，真希望他来给我这边加油打气。哎，大家，我们一起申请联署，用福利车来这边好不好？我们都知道艾美心人很好，但是这里是部队，不是学校，哎，说联署就联署哦。啊，真的不行哦，不行。这样我的光又要消失了啦。注意。现在实施内务检查。张纪元，牙刷位置错。林尚君，棉被是这样摆的吗？啊？哦。王尚豪，牙膏是放这边的吗？不及格的人，等一下去扫厕所。啊，就你们三个。林尚君。哎呦，你对区队长的处罚有什么意见吗？报告。没有。刚才踢的。报告，没有。加上黎志祥，等一下你们四个一起扫厕所。报告，是。说我的兄弟李志祥义气不是这样用的，但是我们超爽的，这才是宪兵 F 四啊！啊，赶快去扫厕所。他在扫厕所了，太扫了，全部给你扫了。我牙膏怎么会放错嘞？我够吵的啦！哎，你不觉得那冲队长跟笑面虎一样吗？平常讲话的时候都文绉绉、轻飘飘，还很温柔的，谁知道他下起命令来超狠的，要人命。嘿呀，真的是超死人不偿命呀！跟绑架西北料板块。宪兵的要求标准本来就比较高，我们也不能怪长官求好心切。哎，虽然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可是看到杨宇凡那个嚣张的嘴脸，我真的是。啊、哦，超不爽的啦！嗯，也没有什么招可以治他的。治他？嗯。我想到了，俗话说得好，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不如我们就来个美人计。美人计？嗯，你是说把你自己画得跟上次一样，然后去色诱了中队长？不错哎，现在刚好七月半。你化成美人，拔下中风，嘿嘿，这样我就解脱啦。你扮比较吓人呐、啊，我是说真的美人计的。你看，豪哥家三姐妹这么正，随便一个送给中队长，让他有恋爱的滋润，每天忙着谈恋爱，就没有空管我们就好过了、啊。傻傻的，你说的是谁啊？我妹啊？啊，不可以。嘿，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培养出这么好的默契啊？哎，人家豪哥他妹妹是阿肥的，他说不可以，我还可以理解。可是你说不可以，哦，该不会是到人家家住了个几天，他的妹妹也变成你的 princess 了吧？嗯，你也坏坏哦。哎，你不要乱说，我只是因为对中队长来说。默默年纪太小了。哎，李志祥，你这么认真回他干嘛？他说开玩笑的。哎，不过说真的，豪哥，我这方法是不错啊。那既然默默不可以的话，大姐二姐呢？大
姐的脾气很硬，你应该受不了那个笑面虎。至于我二姐吗？哎，他们两个是不是本来就认识？如果这样的话，搞不真的可以凑一对。豪哥，你管什么好兄弟？你先为了我们大义灭亲，我实在是太感动了。你的手刚刚在刷马桶，你不要碰我，脏死了。好，没关系。豪哥，你这样真的是情何以值千金？好了啦，不要唱了啦，唱那么大声又那么难听，等一下长官又来了。对，哎呦，哪有运气那么好？恭喜你，中队长。时间很多嘛。打扫厕所还有时间帮中队长牵线，中队长真的很感动，所以不表示一下我的谢意，怎么说得过去，对吧？既然你们都有那么多怨气，来吧，把我打趴，出口怨气。啊？动不动手？放心，我绝对不会还手，而且。既然这个命令是我下达的，你们就不用担心会被惩处的问题。军令如山，这样不好吧？中队长，我们这样是以下犯上。你们不动手，是想要违反军纪，接受惩处吗？这是命令，开始动手。兄弟们，我来替你们报仇。李志祥，动手。我给你们三分钟，三分钟之内没有把我打趴，我就会用以下犯上的军纪来惩处你们。报告中队长，给我们十秒钟讨论一下战略。你确定 ？OK OK， 报到我身上。报告中队长，新兵决定执行中队长的指令，准备攻击。很好，来吧。中队长，冒犯了！喂，你们干嘛？哎，飞机的背后扛起枪，砸伤了绑腿全副武装，抛开一切，挺起胸膛，站上扬上战场。复国的责任我担当，建国的使命。报告中队长，我们已经把你打趴了。你们真的说完谢了吗？报告，是。你们确定？不要再来一波。报告中队长，不需要。新兵全身通体舒畅，通体舒畅。你们确定？确定都已经没有怨气了，包子，我现在快乐的不得了。包子队长，包子们，上将给我们搬酒店啊！这么急吗？我让我的朋友
失望到不接我的电话，连透过秘书都找不到他，我能不急吗？你这个时候打友情牌，不公平。Tracy， 你很了解我，我一向公私分明。你也很了解我，我一向先私后公，这是我的习惯。我有个坏毛病，就是我话一旦说出口，就算我心里痛，可是就是说到做到。没办法，个性拗，惹人厌。我相信你绝对不是这种人，不然我也不会是朋友。而且这一次是我们公司疏忽了，我应该跟你道歉。对不起。无论如何，我都希望你能感受到我的诚意。你是故意这边跟我道歉的吧？这边看起来很安全，应该不会再被你碰很久。有意思，难得我跟你做朋友，来，帮我一下。你知道我的。没有要我先公子，我是不会离开，所以在这里乖乖等我吧。我在这边等。那才有诚意啊。喂，天天，我是姐姐。姐姐，你怎么都没有来找我玩啊？姐姐最近比较忙。没关系，等你不忙的时候再来找我玩。姐姐，爸爸跟你道歉了没有？有，你爸爸已经道歉了，他还说要给我一双翅膀，可是现在连一根羽毛都还没有看到。哦，爸爸又说话不算话了。姐姐，你不要难过，我去跟爸爸讲。天天，爸爸不是说过有事情不要打电话去吵姐姐吗？天天，你把电话给爸爸听。姐姐自己要打给我的。喂，是我打过来的，你不要骂小孩。找我有什么事吗？我，你是想要问我下一期的主题要做什么吗？你最近好吗？是吗？我想过了，那个 Tracy 那件事情，如果你要我下跪道歉的话，我愿意。我说过了，这是我的工作，你只要管理好你的编辑部门就可以了，其他事情不要担心。可是我还有别的事吗？如果没有的话，早点休息吧。晚安。晚安。这是什么？姐姐说你答应要给她一双翅膀，可是你还没有给，我的先给你，明天一定要拿给她哦。来，天天，你放心，爸爸一定会拿给她的。明天哦。明天啊，可能没这么快。为什么？翅膀还没做好？爸爸还没做好，但是爸爸一旦做好，一定亲自送给他。不能还你哦。这样才乖。天天，爸爸刚刚误会你了，以为是你打电话给姐姐的。爸爸跟你说对不起。爸爸，那你以后不能再这样了。保证不会。好吧。那我原谅你。这板呢？哪边哪来的？房间。房间呢？好可爱。装在你背上就可以飞了。装在你头上。不行。不行。
杰安，怎么啦？我刚才看你发呆发很久了，有什么事要不要讲出来聊一下嘛？你们知道怎么样跟人家道歉吗？道歉？我是可以帮你想想看有什么方式可以让你参考一下。啊，我知道了，上次猪头惹毛我啊，他跟我道歉的那个方式就还蛮special 的。这些招适合大姐吗？我办不到，这太扯了。那人啊，果然是猪头啊。中肯。喂喂，欢欢，默默啊。奶奶叫我们呢。什么？来了。妖妖啊，好漂亮啊。奶奶，你为什么自己出门逛街买衣服啊？那我们三个呢？哎呀，这衣服又不是新买的，是旧衣服，以前的，我找出来看看我现在还穿不穿得下。哇塞，那现在穿起来都这么好看呢，以前年轻的时候更漂亮。哎呀，那漂亮是不必说了，当年拜倒在奶奶石榴裙下，不知道多少男人。告诉你啊，也许比要追欢欢的人还要多。所以原来奶奶跟爷爷一样招蜂引蝶。要死了，你讲奶奶招蜂引蝶，你要命了你。不过我告诉你们啊，这件衣服是奶奶当年的战袍。每次跟男孩约会的时候，我就穿这件战袍出去，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很少有男孩不中招的哦。那我应该也去找一件放电战袍，这样我喜欢的男生就会被我迷得神魂颠倒。我觉得你还是去下药比较快啊。实际，你们两个就是以呛我为乐就对了。好了，别闹了，这样奶奶受伤怎么办啦？哎呀，不要紧啦，我没那么脆弱了。对啊，奶奶很强的，都可以跟老布修车队骑铁马，到处玩到处跑，比我们都厉害。对耶，我有听欢欢跟默默说，奶奶你那个车队很专业很强，还听说你穿了那个骑车的衣服很酷哦。可惜我没看到。没关系，反正奶奶天天早上都跟着他们练习，所以我们文文总编如果有兴趣，我们可以接受采访啊。奶奶，这是你说的，到时候我就排一个采访，你可别怯场啊。哎呦，这种小 case 我们怎么会怯场？奶奶一扣就整车队的人都来，我们不但接受采访拍照，而且还可以摆 pose。哎，说到奶奶身上这个战袍啊，我有事情要问我们家的三位小美女。来，王家第一美给你问。欢欢，你上次说你喜欢的男孩现在怎么样了？你跟奶奶说话兵哥的事。他是个军人呐，你爸爸认识吗？我们就目前就是朋友啦，没怎么样。你们是没戏唱了呢，还是正在交往啊？那也是很难解释啊。来，我明天要上班，我想早点睡，有点累。好，晚安。文文啊，你明年都要30岁喽，身边有没有谈得来的朋友啊？奶奶，我刚想到我有几个公司的妹友也要去谈一谈啊，我先走了。默默啊。奶奶问你，你到底是喜欢那个当阿斌哥的小鲜肉啊，还是经纪人的小鲜肉啊？我最喜欢奶奶。你要死了，这个小孩！你们呢？我告诉你，好了，讨厌这些死丫头。
还是来看看我的战袍。嗯，不错呢。总编，嗯，预算表社长签好了。好，社长已经进公司了。没有啊，社长秘书拿给我，他说这几天文件都拿去社长家给社长处理。他们都在猜社长是不是不想要辜负大家的辛苦，正在努力讨好那个 Tracy， 一个人扛下所有委屈。看来那个 Tracy 啊，真的很难搞，不知道会怎么刁难社长。对不起，我话多了。没事，你请造型师过来一下，模特儿妆法有点问题。好。Tracy 到底想怎样啊？社长，是。抱歉，我很特别来到家里面讨论工作的事情，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快一点。没关系，我知道你忙，这一点配合不算什么。你应该好好休息，而不是忙这些事。这份资料先快速看一下。好，你先坐。Ray X 呢，一向是以风格华丽闻名的国际级时装品牌。嗯，你觉得他们实用性怎么样？当然不高，因为他们的本身不是在于服装，而是在于这个的品牌定位形象，然后吸引到一些同类型的异业结盟，这是他们最主要的商业定位。我也是这么觉得，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结合这一次欧式的家具，还有 Ray X 的服装品牌，把他们华丽之美发挥到极致。我们甚至可以把欧社的展示空间变成我们这次主题的秀场。我希望你用这一次的概念重新写一份新的企划书。你该不会是想 Ray X 一直想打入我们台湾市场，我跟他们的负责人接洽过了，我打算呢把两个不同领域却具备华丽风格的品牌当作我们下一期的专题，但是前提是我们要能够交出双方都满意的企划。我拒绝。为什么？你不能为了 cover 我的疏失，为了争取 Tracy 的原谅而做出违背自己自身的原则。违背自己的原则怎么说啊？我知道你认为自己身为社长应该为了公司放下身段，放弃了自己所有的个人生活，吞下所有委屈，就是为了得到 Tracy 的原谅。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我也觉得这样完全不合理。我不觉得有什么委屈，也不觉得违背到我的原则。你为了这件事情已经好几天没有进公司了。尚文，好，为了这件事情，那不然就是我辞职。我不想看到你委屈，也不想看到公司变成这样子。你不要忘记，我之前说过，我们在公司里面各司其职，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现在 Tracy 好不容易给我们机会，你说你要辞职？你是要表明你的清高，还是要让我对客户再次无法交代？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尚文，你不要忘记了，时尚杂志真正存在的意义是为了介绍各种风格时尚潮流而存在，为所有的读者服务，无关你个人好恶。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我就照社长吩咐去做。那就请你静下心来，好好为明天的提案做好准备。开始是我们
宪兵战绩，秦老师24次，一位士兵明显4次，绰绰有余。教官，我们就不能多学一点吗？你不义气满，想要刘千仪，我就让你达成心愿。秦老师第一次，万步小长，两两相对，安坐相拥，出。1、2、3、4。秦者，上左脚，出右前，攻击敌方的腹部。你给我用抓龙抓手，我妈没抱孙子，小心一点。不要动。拍着拍着拍着。左手按住腕部上方，四指并拢。第三动，同时腹部缠手，将敌方的腕部向上带。第二式，黄鹰别翅，擒者攻击敌方的腹部，手肘部位弯曲。第三式，张飞观战，将敌方的攻击右手弯曲向后带。我骨折？什么你骨折？我才骨折，轻点的。没问题。没有，没有。记住，开始动作，小心。不是啊，我跟王贝贝快很准，只差一个准啊。哎，差一个差很多，好不好？教官明明说的就是玩不小残，你干嘛弄得拉手绝子绝孙啊？嘿妹，小心点好不好？啊，看我就想示范一次。啊？一。2、3、4，烂，笑死我了！高干爹，还玩啊？我跟区队长示范一次给你们看，看仔细。哇，好有肉食动物的 feel 哦！我以后我想要跟区队长，区队长我爱你，赶快来送我吧。这被虐狂超变态的，要不闹？你到底有没有学到东西啊？你乱七八啊！好好走路。啊！哦，艾美欣，好像光明灯。没想到今天竟然会遇到你们。哎，这是缘分嘛？哎，大家好朋友，好朋友啊！真的，哎，告诉你们哦。潘菲菲被调来现训中心的营站代班，以后我们大家可以常见面了。耶！耶！艾美欣，所以以后我们休息时间买吃的买喝的，你都会在喽？嗯，大部分吧。这样比小蜜蜂还要给力耶！对啊，对啊，对啊。怎么了你啊？是不是因为我的偶像感应到我快要变心了，所以来挽回我？那艾美欣，所以你从今天开始就代班啊？还没开始，我今天是来找人的。怎么样，宪兵新训还习惯吗？比新训中心还累吗？就那样喽，越磨越强。罩得住？什么还罩得住？快累死了，好不好？刚刚那个擒拿术还蛮有意思的。不管怎样，你们都要加油。不过偶像，上次我们忘了跟你要电话，不然休假就可以约你一起出来玩。没关系，反正大家都在同一个军营，以后要约很方便啊。还是我们这礼拜六或礼拜天，大家一起出去看电影。好哎。哎，等一下，可是我们有放假吗？区队长宣布过，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宪兵的兵科分科训，所以正常周休二日。哇！那我们这个礼拜就一起出去玩吧。来一下，对不起，又怎么了？来呀！雨凡哥，哎，阿美欣，你也认识我们的中队长哦？嗯，雨凡哥是你们的中队长。嗯，也太巧了吧！雨凡哥是之前辅导我报考军校的大哥哥，我今天就是特地来找他的。哎，你们等我一下哦。哎呦，天哪，这个世界也太巧了吧！杨雨凡已经认识我爸，也认识我二姐，现在又认识艾美欣。我看啊，他根本就已经渗透我的世界了。哦，真的，我
看哦，你们上辈子真的是结了很深很深的仇啊，所以这辈子才会纠缠不清啊。我们是有那么一点点纠缠啊，但也没到上辈子。世界本来就很小，只要透过自己身边的六个朋友，就能够连接全世界。你们不知道啊？哎，不对啊，那这样子跟艾美欣进行超连接的，应该是我才对啊，怎么会是王上好啊？这不重要，你们听他刚刚讲什么？讲什么？他讲世界上最长的一句话，哎。哎，真的？怎样？王上，完了。坐得好。我刚刚听美欣说，你们四个是他在新训中心支援小蜜蜂时期结交的好朋友。嗯，对啊。嗯。既然大家都认识，李凡哥，我们刚刚决定这礼拜要出去玩，你要不要一起来？出去玩啊？嗯。偶像，姐不说话，姐不说话。啊、来，稍等一下。是怎么在怎么玩呢、啊？啊？会怎样吗？好啊，加我一个。耶、yeah, ，太好了！那就做锁定哦。欢迎周队长。华丽，被人家认为是负面对于正面的形容词，但是仔细研究，华丽可以被深化，强调精致文化的创造，而非奢华的内涵。回复到文艺复兴时期独有的华丽与内涵，并兼容并蓄。以上是我对于华丽文艺复兴的专题企划内容，请多指教。不好意思，美国总公司有人找我，我先失陪一下，你们继续。谢谢你，在上一次排版疏漏的事件之后，还可以给我这次的机会。你以为我今天来是因为不计前嫌吗？我知道不是，是社长花了很多的心思弥补你，向你道歉，才取得你原谅的。的确在工作上脾气不好，爱记恨，但是在因为男人的取悦就放水让步，我的骄傲不允许。我不知道你听到了多少我的八卦留言，我不澄清，因为那些层次太低，我不屑。只是我没想到，连你都不相信你们社长的为人，亏了他这么信任你的专业。这是什么意思？你们社长为了争取机会来找我的。欧社呢，跟我们的合作，不是只有刊登广告这种可能。什么意思？比方说，我们可以结合以华丽风格闻名的世界第一服装品牌，透过我们欧社的家饰或者是卖场当作背景。继续。与其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在解释所谓的华而不实的批评，我们不如反其道而行，将华丽推到极致，透过跨界的合作呢，也许还能够推出一些新系列的商品。他提出一个比登广告更有吸引力的合作计划，才争取到我给的机会。只是没有想到，他却把这个机会让给了你。我本来不肯，但他一直跟我说你很有才华，要给你机会，因为你可以帮客户打造个更好、更大的舞台。你们社长的道歉比你有诚意也实际多了。对不起，我先入为主的看待你，我感到非常的抱歉。我也一样，那杯红酒是我过分，你的气话还不错，在这一方面真会是对的，你的确很专业。合作愉快。
找一个人。在家，爸爸呢？爸爸去帮木头叔叔还有恩慈阿姨整理行李了。哦，嗯，你今天的妆是不是不太一样啊？好看吗？好看啊，很漂亮，而且显得很精神。谢谢。喂，平安到家了，谢谢，今天晚上很开心啊。你有发现吗？什么？奶奶穿了她那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战袍。对耶。来，我去开门。姐姐，姐姐，你要找我玩的吗？其实我是来找你爸比的。找爸比？是不是要跟爸比拿他答应给你的翅膀？有啊，你爸比已经给我一双很好的翅膀了。所以我才谢谢他的哦。那要不要一起吃饭？吃完饭再谢谢爸比。好啊，可以吗？当然可以。因为饭是我做的，所以味道可能你知道的。快点！请坐。过去的伤害已经来不及弥补了，未来即使我无法与你同行，我也会成为你最强有力的一双翅膀，让你飞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胡萝卜你有没有吃啊？有有。你也吃一点。一路上越孤单就越不害怕，我长长的足迹都终将想你。我把想说的话写信回家，我把家盖在你的心上，你会盼望我，盼望我。这两天夜里下雨，后山的小路都是水坑跟烂泥，你们这两天到后山去要特别小心啊。这笨蛋是跑到山顶是不是？连讯号都没了。王三吗？啊，怎么那么喘啊？想你也懂，人需要被呵护，可偶尔会想被放逐在自由的国度。爱我就明白，只有我最清楚，有些心情像一本书，要亲自去阅读。想着想啊想要保留。
己和自己怎样同甘共苦，我敢在你心中享受我孤独，我的坚强和你柔情没有冲突。